家好，我是莆田市副市长陈慧乾，让我们一起跨越千年时空，走进莆田，一座千年古城，一座独特之城。莆田是一座千年古城，有千年的女神妈祖，妈祖是保护海上平安的女神，有海水的地方，有华人就有妈祖。有千年的水利木兰碑，至今依然灌溉着兴化平原，汇泽360万人民。有千年的家训地寿栽松柏，家贫子读书。历史上我们出了2482个进士，21个状元，17个宰相。有千年的古刹南山广化寺，释迦文佛塔历经沧桑依然完好。有千年的戏曲蒲仙戏，一种方言一个戏曲，宋元南戏的活化石。莆田还是一座独特之城，有独特的禅舞，南拳重要发祥地九连山上南少林寺。有独特的工艺，金雕、银雕、木雕、玉雕，大国工匠大师工艺，还有私人定制莆田好鞋。有独特的美食，有山珍，有海味，有历朝历代的贡盐，有全世界最大国际品牌最多的啤酒厂，还有沙滩美景，森林氧吧，好料好盐好味道，好吃好喝好地方。有独特的春节，大年三十围炉作祟，正月初四要做大岁，红春连上有白鹅，正月初二不走亲。这独特的习俗源于450年前的抗倭之战。有独特的元宵，从正月初三到二月初二，村村闹元宵，天天有节目，家家齐上阵，爬刀梯，跳挪火，摆钟叫，打铁花，十里不同风，一村一习俗。这里的春节一年两度，这里的元宵一月翻腾，这里是莆田，一个闹春的城市。我诚挚地邀请大家线上看莆田闹春吧。